哇，你送这一张什么意思？我打两张出去了，哈哈！哇，头好痛哦！哇靠！可以吧？那我想要看别的东西，农夫来啊，农夫！没有，我没有什么梦想。没有梦想。你再碰个看看。反正再碰碰看看啦、啊，传送！哇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个好像很爽哎、欸！还是我们把这边全部打掉？这全部打掉？你有机会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不知道我牌长这样。那没有后续了。感觉听不起来，他后续没有进半张了，然后都进这个，全部几乎都进万只，贪一点，再贪一点，这是人生巅峰了吧？啊，传送上次，啊，传送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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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